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提到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总有人会联想到加勒比海盗。今天分享一座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沿岸且有着海盗相关历史的私人岛屿 Fort Morgan Cay。 Fort Morgan Cay 位于罗阿坦海岸附近，距离洪都拉斯大陆不到50英里，从洪都拉斯国际机场到皇家港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再乘船5分钟即可穿过海湾到达该岛。Fort Morgan Cay 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502年发现的海湾群岛之一。在接下来的200多年里，该岛一直是像摩根船长这样的海盗的补给站。时至今日，岛上仍有海盗时代留下的遗迹，作为那段历史的宝贵证据。随后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将其作为皇家港定居点的一部分，并在其西侧建造了乔治堡以保护当地的港口。虽然有这样一段海盗历史，但该岛所处地区目前的犯罪活动很少，在附近旅游是非常安全的。岛上还有急救设施，法国港也有一所配备齐全的医院，可以提供24小时急救设施。这座占地40英亩的岛屿坐落在西加勒比海一个美丽的珊瑚礁上。岛上有3个白色沙滩，一座300年前海盗堡的废墟，一片原始红树林和一条长约500米的私人运河。乘坐皮划艇穿越覆盖着红树林的海洋通道是岛上一种独特的消遣方式。这里全年气候温和，温度在25度到35摄氏度之间。由于该岛位于皇家港口国家公园和海洋保护区之间，因此也非常适合体验世界级的潜水、浮潜、风筝冲浪、帆船、钓鱼和远足等活动。岛上的基础建筑包括一座带套房浴室的7间客房小屋，一个1万平方英尺的休息室，一个阴凉的露台和宽阔的阳光甲板。其他配套还包括一间瑜伽屋、一间大型酒窖、一间商业级厨房、一个室内餐厅和图书馆，以及带顶棚的室外起居和用餐区。此外，岛上还有一个带3个隔间的船屋、4个码头，其中2个码头有深水通道和一个6卧室2浴室的员工公寓。岛上甚至还有一条废弃的草地跑道，随时可以重新启用，因此 Fort Morgan Cay 也是洪都拉斯唯一一个拥有机场的私人岛屿。这里无疑是建造私人别墅、豪华生态度假村或独家住宅社区的黄金地段。 Fort Morgan Cay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990万，价格可议。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